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于国历111年10月12日至16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，礼拜梁皇宝忏、三昧水忏、瑜伽咽口斋天科仪等经忏，祈求天温永袭、天灾永袭，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。到场地址：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-9号，询问电话0359256669，0359256669。